鸡是咋的了？你这今天就发现问题，这鸡就刀了。快快快快，这快点的，不行不行不行，快点给拿出来。妈，这鸡拿哪个？就这翘尾巴的这个，它刀人家呀，那个。那个不是那个，除了那个。我知道这个刀坏了。是刀坏了，都刀脸都刀，你看看脸都刀出血来了。妈，刚才就那翘尾巴的，你快点的，咱家这鸡到底是咋的，不明白。这玩意可以知道，这个鸡你拿出来。都刀他呀？你是说？见血就刀是不是？那就把他拿。刚才刀的还是他？对，他主要是刀他。这真做刀下就不行了。这里老大，妈，这鸡是咋的了？这咋的呀？这俩都挺厉害，行，干。我跟你说，这里全是公鸡蛋，母鸡不打仗，母鸡很少打仗，是怎么的？这选来放到那个鸡笼里再干吧。那这咋办呢？那都打出病了，血这就拿出来，不敢出血就这么干。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现在是吃完中午饭下午时分啊，一点多一点，太阳老大老大了，但是我和大春儿也出来干活了，因为这边院子前面这一块儿，上两天我和大春儿俩已经出过一回了，就是这个叫曲麻菜哈，曲麻菜，把它铲除。这个曲麻菜吧哈，它的生命力实在是太顽强了，长得实在是太多了。要是在园子里头，如果是不打除草剂的话，曲麻菜真的都成敌人了，都成一大害了，因为它的生命力太顽强了，只要是这一根根会生出无数个那个芽子往上长哈。对，好多朋友就说你吃啊，吃不过来，我真吃不过来，这是第一。第二呢，就我家鹅都跟着一起吃，我家鹅非常爱吃，鸡也爱吃，我大部分挖的也都是给他们吃了。有时候真的是这样，这个曲麻菜属于是草啊还是菜呀、啊？它是一种介于草和菜之间的东西。哎，有时候我干这活的时候吧哈，那天我挖这个的时候，我就想起来那首歌，就是小草那首歌的，真是啊，就这么长，生命力就是顽强。你看看，就这么一堆呀、啊，它这个，看看我这一敲下去啊。你看是什么样子的，弯出来以后你看，就这一个根，就这一个根系，就这些所有的芽点全部往上长，完了会泛滥着，就疯狂的往上长，就是你若要是不把这个根整个拿掉的话，就是这全部都是它了。对，它会串，就不会说你种什么它也不会好使，也养不了了。你看就这样，今天和大春俩就这个下午就把这前院这一块基本上给它除一除，除净一点吧。当然这种东西吧，好像是也绝是不可能绝的了，您要是说不掸除草的话，不掸除草剂的话，它绝好像绝不了，是不是？嗯，绝不了这个也可以啊，这样就当种植了，连养鸡再咱吃不多少，因为这个属于寒凉的东西，主要是鹅。嗯、鹅那个什么，鹅爱吃，鹅可爱吃了，鸡和鹅都爱吃，给它切吧切吧。咱家兔子也爱吃，这我还没舍得给兔子，兔子啥草都吃。嗯，是，你看，就是这个曲麻菜。其实现在我也知道了，中国那句古话哈，叫一定要斩草除根哈。斩草要不除根就白斩。这个根呢？这个根就在土里头，它会。又发出来，看这是啊，看看这曲麻菜，看这曲麻菜这个根，斩草就得除根，啊，啥草都是，嗯，啥草都是，不除根这玩意儿不行。没有花香，没有树高，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。从不寂寞，
从不烦恼。你看我的伙伴遍及天涯。就是一棵草，就能发展出这么的，这么一堆。哎，对，一溜子。春风啊，春风，你把我吹。就这一小朵，就能发展。阳光啊，阳光，你把我照耀。河流啊，山川，你哺育了我。大地呀，母亲，你把我紧紧拥抱。